34啊，来自朝鲜，5年前从朝鲜偷渡到四川，然后带了3个孩子，现在3个孩子由我一个人拉扯。现在我的大女儿已经7岁了，我的二女儿4岁，然后我的小儿子今年才有7个月。
真的没有演戏，真的。五年前我还是29岁的时候，唉，我们那里的生活太艰苦了，然后我就背着我的男人，带着三个孩子偷渡到四川来。没有，他还在，他现在还在朝鲜。他现在还在朝鲜。是啊，打我。不过没关系，然后我的那个男人，他的名字叫，他的朝鲜名字叫傲娇琴酒宝宝。我希望你们如果看到他的话，放过他吧，不要为难他。真的，我就把他名字告诉你们了，他真的叫傲娇琴酒宝宝。我一直没有告诉他一个秘密，其实除了大女儿，其他的两个孩子都不是他的。其中一个是我的飞叔的，二女儿是飞叔的，我的小儿子。在这里，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回到朝鲜了。但是我选择把所有的事情说出来。然后我的小儿子，我的小儿子是，我真的不敢说。不行，我还是要说出来。我的小儿子是，我的小儿子是，我的小儿子是，是米岩的。现在我除了傲娇琴酒宝宝，我求求你们看见他不要为难他们，好吗？不要为难他们。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。
穿衣裳。